我曾经游遍世界各个角落，只有这里才是我称为家的地方。看，客人来了，来到我的世界。这对夫妇显然见多识广，品尝过很多美食、美酒、美景，但是他们还从未穿越过这金色的大门，来体验只有在这样的奢华盛境才能体验到的极致优雅和细致入微的尊崇服务。让我们一起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他们。我喜欢和客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他们才会放松下来，享受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一切。我尊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所以现在请容我告退，就让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尽情地享受吧。在这儿，人们常常会混淆现实和梦幻之间的界限，可是管他呢，尽管陶醉就好。只有当你真正身处其中，你才会感受到你就在这儿，整个世界都为你敞开。一张一弛方是度假之道，先舒缓一下身心，再去迎接一个美妙的夜晚。忘了莫斯科桑拿和土耳其浴吧，这对小夫妻需要的是远离喧嚣，回归宁静。看，开始了。当葡萄牙香肠和烤乳猪在餐桌上滋滋作响，弗朗明哥的浓艳舞步就在身旁绽放。现在，请随我进入绮丽醉人的奢华秘境。这里，就是各种奇趣妙想开始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激情四溢的夜晚，在性感的歌声里饮尽这杯梦幻的特制鸡尾酒。这就是我们的快乐所在，我们编织梦境，让客人放下束缚，纵情投入。看啊，火焰在旋转，人们尽情舞蹈，一切让人目眩神迷。或许他们还没意识到，但这一刻已经深深留在记忆里。下一位客人是谁呢？